竹山镇农会透过幸福农村推动计划，不定期都会办理各式课程，带领家政班员们参与体验。日前也规划了枯木台球盆栽造景课程，带领班员体验园艺乐趣，并希望帮助他们纾解压力，疗愈身心。水台球它是一个 单样的一个 作品，那如果跟枯木结合的时候，它会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画面，或是一个造景的一个功用，是很好的。然后它不只是说可以放在桌面当一个盆栽欣赏，然后在你在照顾它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每天观察它每天的变化，它能够达到一个园艺治疗，对每个人的身心健康都有疗愈的帮助。家政班员们在老师指导下一步步创作属于自己的盆栽作品，他们都表示相当的有趣，所创作出的作品更是相当实用，也感谢农会办理课程的用心，真的是很疗愈的啊！因为刚开始做的时候真的都不熟悉，因为是第一次嘛啊，但是老师就很有耐心的跟我们教导，到最后就做成这个作品，我觉得还很可以啦。对我们来说真是非常受益良多的课，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又不能到处出去玩啊，那这堂课做这个东西，我们未来不管是自己家里的摆饰啊，或者是很瘦的桌面上的摆饰，以及我们在做茶道的推广的活动时候，桌上的小品也都是非常的适合，然后也让生活里面多添了一点绿意。对这场枯木台球盆栽造景课程的办理，竹山镇农会也希望除了是带给班员们不一样的体验活动外，更能够因为让疫情所积累的压力有所纾解，让他们身心更加乐活。开办这个植物疗愈的一个课程，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大家都闷在家里很久了，那我们也希望说他来到农会这边上课，然后做一些植株啊，然后他像他们今天上的是我们是用枯木然后跟那个植栽做胎球，然后加枯木的结合，就是比较偏向大自然一点，然后让他们自己动手做，然后去看说植株的一些面向，那让他们有一个达到一个植物疗愈心灵的一个过程。议长何尚峰肯定竹山镇农会的用心规划，也期待内有各式体验课程的办理，让民众闲暇之余都能够习得各式经验，让生活过得更加精彩充实。记者卢玉凯竹山采访报道。